你去那再来一遍也行。 这个路径的话，我们还可以调，比如说设置，或者我们可以这么回去。这路径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调。这样的太浪费时间了。对，你可以看看这个效果就行了。它不用，就是真的用，真的使用的时候，我们路径可以调。那从这边过来，这边过去，这边过来，这么回来。 这样的话就浪费一个空包。嗯，空包。路径优化一下就可以。对对对，路径可以优化的。这里怎么画一个？没事，直接打一个。哈哈。好，这就是。